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美丽的花海。位在圆山乡的枕山路上，金双生花卉农场拥有全台湾唯一的文心兰黄金花海隧道，全长100公尺。目前金黄色的花朵正在绽放，高雅美丽，相当梦幻，也相当疗愈。花期从6月开始到6月25号，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前来朝圣拍照打卡。全台唯一的文心兰黄金隧道开放了，它就在位在宜兰圆山乡枕山路一段的金双生花卉农场，由双胞胎兄弟张生金及张生荣所经营，用盛开的500盆金黄色的文心兰架高，打造长达100公尺的金黄色花海隧道，缤纷梦幻又美丽，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前往来朝圣拍照打卡，而且走进隧道当中还非常的疗愈，身心是特别舒畅。金双生，金双生是跟我哥哥两个双胞胎，我们本身是张氏家族县长啦，咱金是徛头名嘿。文心兰吼，往年吼，咱即马通差不多，我已经开放14年的哩啦。但今年特别就是讲，今年过了上水，花即春个老叶。本来是要搁嫁，阿麦嫁上一红看，明年再人大家搁较水。今年的花果哦，长起来相关的哦，总已经有个3米，都个超十尺，咱来最漂亮的搞出来，每年都要漂亮，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因为文心兰它代表着哈，就像一个跳舞的一个舞者，一个女生，她充满热情啊，然后又有智慧又浪漫，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疗愈很放松，心情非常非常的好。文心兰我是头一次看到的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因为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，来到这边觉得不一样的心情。文心兰又称为跳舞兰，盛开时花朵的唇瓣宛如曼妙女郎的裙摆，婀娜多姿。目前6月正进入了盛开花期，黄澄澄的文心兰黄金隧道至今已经迈入第14年，今年有很多花梗超过3公尺以上，因此花开的数量是特别的多，花况更优于往年。县议员黄文儒也专程前往一睹文心兰黄金隧道的高雅美丽风采，也邀请游客到圆山来观光走走，留下最美丽金黄花卉隧道的倩影。很高兴来到金双生花卉农场，看到这么美丽这么漂亮的文心兰黄金隧道，我的心情顿时觉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快乐。因为文心兰它又俗称跳舞兰，来看到这样美丽的花，我相信乡亲好朋友你会顿时的感受到心情释放与快乐，所以文儒在这里呼吁，邀请所有的宜兰乡亲好朋友，可以一起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一起来我们金双生花卉农场，来这里观赏。现在刚好进入花季，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，打美照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有一条号称全台唯一的黄金隧道100公尺。真是会令你流连忘返，而且附近还有望龙皮风景区、圆山小吃，所以也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游的亲子活动。欢迎大家来一起欣赏圆山之美。金双生花卉农场文心兰黄金花海隧道从即日起开放到6月25号为止，民众需要缴交50元的清洁费，而入园券还可以兑换水果冰，一边赏花一边来品尝圆山农场冰凉的好滋味。而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